欢迎来到我们的排练室直播间。今天呢、我们将会在这里啊，教你如何 DIY 自己的锣鼓器材，让你在家里也可以上到我们的 TriClass。现在在现场啊，除了班长在这里啊，还有这两个我们自己 DIY 的锣鼓啊。如果你在家里你是没有锣鼓的话怎么办呢？看一看这个地方，家里肯定会有水桶嘛，对不对？水桶，找一个水桶或者找一个椅子把它垫高起来，主要呢在它的肚脐下三寸就是这个鼓面。有些小朋友个子可能比较矮的，你就不需要这个椅子，直接就用水桶就可以了。至于鼓棒呢，鼓棒怎么样 DIY 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去找这个报纸啊，把它的直径量 3cm 直径，然后把胶纸卷好了包好了，就是你的鼓棒了。这就是你的鼓棒，一个简单又容易的 DIY 锣鼓就出现了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如果你家里没有水桶没有椅子没关系，家里肯定会有毛巾吧，毛巾还有一个枕头，然后加个凳子或者椅子把它铺好。来，班长示范一下，也是可以作为一个 DIY 的锣鼓。那么你在家里啊，就可以轻松实现线上鼓艺学习打鼓了。那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呢，班长将会到这个锣鼓的中间和大家分享如何学习这个我们 TriClass 里面的花式套路。大家准备好了你的 DIY 锣鼓器材了吗？如果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